那你就平行步战好，我用那个海军流体式的，用熊筋来演示给你看了。好，来，熊筋，你开始做的时候不是左右转吗？对。好，那这游戏嘛，就是我搭到你的弹中的时候，让你去想办法去转掉。好，你要发觉，哎，不容易哈。好，就是跑到后脚跟，要不然就是往前撑。好，就是个东西。好，试试看哈。好，怎么样？跑到后脚跟的，是，那就会变用撑的。是，好，那你换你在做的时候，好，来往前推的时候，落胯，好，熊筋，好，往前推，好，落胯，好，落胯，好，这个是属于流体式。那当然也有我们前一辈好黄信贤大师的松身舞法，好，这个都可以。好，熊筋，好，重心到左胯。轴心向左转，好，那过程中你试试看，你给我一些变化，随便乱推，哦，好，就弹中随意乱推，好的，哎，哎，对对，好，这个变化了哈，那但是你一接我就是流体式，是，好，往前，好，哎，好，你一来我就是流体，那随意变化，好，哎，哎，松沉转化，偏沉则随，好。啊，如水复行舟，啊，任它千斤重，好，啊，漂浮也不难，啊，这个都是属于流水式的一种好，啊，说法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谢谢。